悟空，速去营救！快快快快！诸位，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。这一天天的，不仅要收拾你们这些妖魔鬼怪，还要替秃驴念经送佛讲大道理，外加一天三餐紧箍咒。如果用大爱就能解决一切，爱与和平。他取什么挂皮筋啊？齐天大圣不过如此。老君的金刚箍怎么在你这儿？金箍棒，秘法才能安心治唐僧咒。三途河承载着生灵之欲，用宝莲灯灭掉身剑的欲望之火，就会一战而胜。大圣，你护送唐僧去天竺，究竟图什么？要不是为了自由，谁还会跟你去西天取经啊？只是金箍圈，这是真的。对不起，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不许他命令我，齐天大圣。